你想走是不是因为华丽？是啊，你和我说过，你不想沉溺过往，你想要重新开始。但是华丽回来了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我的情绪也每天都跟着你。 起起伏伏，我变得已经不像我自己了。我只想每天，每天都开开心心的生活。我不想像现在这样陷进一段复杂的关系里做无谓的消耗。不论你怎么想的，我都要离开了。等这个案子结束。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。随便你。那在这之前，你能不能留在大理寺？现在朱博院的案子已经接连死了两个人了，离真相只有一步之遥。难道你真的不想自己亲手把凶手找出来？ 你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吗？现在还不知道，但我至少肯定，马老板一定不是自杀。那我这三天就先留在大理寺帮李默查案，等到朱博院的案子结了，我和你就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。